根据我们截获的情报，八路军运送黄金的队伍已经上路了。这几年，八路军的黄金源源不断地从胶东地区运送到了其他地区，使我们驻守在这里的帝国军队蒙受了巨大的耻辱。根据情报显示，他们的第一站是榆树村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他们的基本路线。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，将这支运金部队全部消灭，缴获他们的黄金，截断他们的经济命脉，从而洗刷掉我们的耻辱。嗨嗨，小泽君，嗨，作为一名帝国的军人，只有在战场上才是展示你勇气和力量的地方，而不是监狱的角斗场。嗨，请你即刻集结部队，我们立刻出发，目标榆树村。